晚上好，莉亚。晚上好 ，Ashley。好，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个故事，很有意思。好，很有意思。好，好，我们来看看，他是谁？他是谁？他是一个男人。啊、哦，很好，他是一个男人。好，你觉得他是一个爸爸，还是一个男朋友？我觉得他是一个爸爸。哦，对，他看起来不是莉亚的男朋友。对，好，我们来看看。嗯，好，今天我们要来学习北方。好，莉亚，什么是北方？什么是北方？我不知道。啊、哦，你不知道，好，没关系。好，我们看看，这是一个中国地图。对，Ashley 住在北京吗？不是。哦，不是。好，我们看看哦。对 ，Ashley 住在深圳。好，那深圳在这里。深圳在这里。好，这是南方。南方。啊，对。南方。对吗？好，我们看看北京。北京在哪里？这是北京。北京。好，北京在北方。非常好。所以北方是什么？北方是 the north, right? 非常好，对，很好，好。那我们看看，好，我们看看，Ashley 是南方人，对，南方人。好，我们看看爸爸呢？爸爸，你觉得爸爸是哪里人？爸爸是北方人。很好，爸爸是一个北方人。好，对，那爸爸住在哪里？爸爸住在北京。非常好，爸爸现在住在北京，对吧？对。好，对。莉亚现在住在北京吗？不是。你住在深圳吗？不是。好，你住在哪里？我住在阿塞拜疆。哦，你住在阿塞拜疆，很好。好的，好，我们第一个句子，你的故事的第一个句子。好，这是我的，对，一个爸爸。好，这是一个爸爸。好，你可以说这是我的爸爸。对，好，这是我的爸爸。嗯，很好。好，爸爸是。爸爸是北方人。很好，现在他住在北京。非常好，他现在住在北京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看，对，莉亚，什么是上班？好，今天第二个词汇是上班。什么是上班？上班，上班 night time or like 上班啊，好，上班，对，什么是上班？好，我们看看他，对，他在上班，对 like office in the office 啊、oh, work 对吧？好，很好啊、哦，他在上班。好，我们看看，爸爸，好，他是爸爸，好，爸爸，对。爸爸在玩游戏吗？不是。不是。好，爸爸在看电视还是上班？爸爸上班。啊，很好，很好。好，我们看看，爸爸白天上班还是晚上上班？爸爸，晚上上班。哦，爸爸晚上上班吗？对，我觉得是九点
哦，九点。对。哦，九点。好。9点。九点是晚上的九点吗？还是白天的九点？又白天又晚上。哦，可能白天。真的吗？对，很可能是晚上。对。哦，对了，好，我们看看什么是白天。白天是 like daytime, right?非常好，对，好，第三个词汇是白天，白天，好，那我们说，爸爸白天做什么？爸爸白天上班。非常好，爸爸白天上班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下一个，下一个词汇是下班。好，什么是下班？下班。对，这是上班，对吧？这是上班，上班。好的，好，这是下班，耶，下班喽。Afternoon? Afternoon 是下午。对，下午。下班了。下班是什么？下班喽，耶，我可以回家喽。Free time, right? He's done with work. 对。所以下班是什么？下班 finish here。 对，很好。对了，下班。好，我们看看，这是爸爸，对吗？这是爸爸。好，爸爸下班，爸爸下班后，他去哪里？他去家，在家里。哦，他回家，对吗？他回家。好，我们看看，这是爸爸的家里，这是爸爸的家吗？不是。哦，这不是爸爸的家。好，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哪里？这是哪里？医院。嗯，好，这是医院。医院。对。好，这是医院。爸爸下班后去哪里？爸爸下班后去医院。嗯，医院。好。对，好，那你觉得爸爸下班后去医院做什么？可能看他的妈妈和爸爸。哦，可能看他的爸爸妈妈。他的爸爸妈妈怎么了？他的爸爸妈妈怎么了？他的爸爸妈妈在医院了。哦，在医院里可能。生病了，对，可能生病了。好，我们看看这张图片。好，这张图片。好，这个新词汇是帮忙。帮忙。对，什么是帮忙？People with disabilities, like a disability or 你看，我们来看看啊，这里是。生病的人，病人，对吗？好，病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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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病人，好，我们看，好，这是帮忙的人，帮忙的人，对，好，帮忙的人，帮忙，帮忙，帮忙的人 ，patients， 所以什么是帮忙？我不知道。我们刚刚说了病人就是生病的人。对。对吧？好，那我们看看，这是一个病人。好，你看他帮忙。对。Like leaving hospital? 帮忙。对，帮忙是。Help. 对，好，你看他帮助他，对吧？他在帮忙。These people helping them, yeah. 对，好，他们帮忙，对吧？对，他帮忙。好，所以我们看看，你觉得爸爸下班后去医院做什么？我觉得他去医院帮忙。啊，很好，他去医院忙。对了，非常好，
非常好，他去医院帮忙。好，我们看看下一个。下一个。好，我们来看看他是谁。他是一个医生。对，医生。好，那他是谁？一个男人，生病的人。对，好，男人生病了，他是什么人？生病人，病人。对，生病人。好，两个字，两个字。病人。对，非常好，病人，对吧？对，好，问一下，好，病人，病人。对了，很好。所以图片里有医生，对吗？好，医生和谁？和病人。对，好，你觉得医生和病人，喜不喜欢爸爸？我觉得他们喜欢爸爸。他们，你觉得为什么？为什么医生和病人喜欢爸爸？为什么？因为他帮忙。啊，很好，对，因为他帮忙，对吧？因为他帮忙，非常棒，非常棒。好，我们来说一说，莉亚，来说说你的故事，好吗？谢谢。对，好，我们开始，对，你的第一句。好，第一句。他是我的爸爸。很好，他是我的爸爸。对，他是我的爸爸。好，我们再看第二句。我的爸爸是北方人，他现在住在北京。哇，很厉害。哇，很厉害。对，好，我写下来第二个句子。他是北方人，现在，对吗？现在住在北京。 对，现在住在北京。很好，我们再来看莉亚的第三个句子。好，他什么时候上班？对，他白天上班。非常好。第三是他白天上班。对，他白天上班。好，我们再看第四个句子。他下班去医院里。他下班后。好，后，这个后是什么意思？是什么？ To go back, right? Back, 他下班后。It's to go, just to go towards, right? To go, to drive. 他下班后。好，我们看看莉亚。对，莉亚下课后吃饭。后吃饭。对，然后莉亚下课后吃饭。对，好，莉亚吃完饭后看电视。看电视。After。 对， after， 很棒啊。后。对，非常好。他下班后做什么？他下班后去医院。去医院做什么？帮忙。很好，他下班后去医院帮忙。很好。好，我们再看看第五。对，在医院里有一个医生和病人。好，医生。好，我们看看啊，医生和病人很喜欢爸爸。医生和病人都喜欢爸爸。非常好。好，这个都是什么？都是什么意思？ Much or both? Both, they both love. 对，医生和病人都
非常好哈，都喜欢爸爸。对，对了，非常好哦。好，对，你看，我们这是故事，这是第一部分的故事，第一部分 ，the first part， 对吧？好，我们来看看啊，这是我的故事，我的故事，很有意思。嗯，好，你看看我的故事和你的故事是一样吗？嗯，好，对，莉亚可以读吗？我的爸爸是一个北方人，现在住在北京。他白天上班，下班后去医院帮忙。医生和病人都很喜欢他。怎么样？你的故事和我的故事一样，对吧？对，哇，太棒了！我们的故事一样，对，好，谢谢。谢谢莉亚，对，这是我们的第一部分 ，the first part， 对吧？对。好，我们接下来，对，我们下次 ，next time， 对吧？下次，好，下次我们会有第二部分，第二部分的故事，对，第二部分的故事。好，那谢谢你，莉亚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有没有问题？没有问题，谢谢。啊，你的故事没有问题，对吗？好，谢谢你，莉亚。谢谢阿斯利。好，我们下次见，好吗？对，好。好，谢谢你，我们下次见，谢谢，再见，晚安，晚安。对，晚安，再见。晚安，再见，谢谢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